场合不对，而且每次我从后面抱他，他都说不要讲。什么叫不要这样？因为在店里还有客人。现在是在抱怨吗？对啊，你干嘛那么害羞？今天为了要玩，让你如愿，好不好？抱个痛快，从后面抱他，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那就先休息一下了。好，你两位暂时分开一会儿可以吗？还是你要背在他背上？老背上。胆固醇不是。谢谢啊。哎，不错，你很福气耶。对呀。好害羞。对呀，看一下他的收藏品好不好？来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整个头脑都发烫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你看他这个扇子，这个拍照是要每一张给50块的哦。他拍了几张？如果不是在活动日拍的话，就要钱，要100。100块，所以他才会花了30几万还是？所以我活动日一定要到。我们约一约，早一天我们去。真的一定要去，真的要去。为什么你会想去？可是啊，我们要了解这个时代已经走到哪里啦，对不对？真的耶，怎么会花这么多钱？不要说别人。哎，那这个，请问这个盖章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也是我去第一家女仆店，然后他有办那个几点的活动。哎，各位是多少盖一个章？你看他是300盖一个章，然后一张卡有10。各位，一张就是3000。你真的很有钱，一张卡3000。哦 ，Oh my god！ 你的家人卖五金卖的那么辛苦，都拿来在这个上面。不会，他家有发动。谢谢我们的一号，张姐。女仆签名照每张100元，她拥有上千张哦。女仆餐厅集电卡每张3000元，她竟然拥有上百张呢。画面中这些满满的女仆相关收藏品，让阿贤一共花了超过50万了。女仆对于阿贤宛如有一股致命的吸引力，让她每天几乎天天都想到女仆店报道。不过我们的阿贤也不简单，他还因此交到了一个女仆的女友哦，还真是运气好呢。希望你会很幸福哦。一起来欢迎二号 L 君来喽！欢迎 L 君，欢迎 L， 24岁，183公分，又啊 ！L 君，请走个台步先。L 他为什么总是佝偻着身影啊？是一个大帅哥。他背后有跟东西吧？大家可能对 L 不太了解，这种就很像日本的宅男型。他其实他已经化身为 L 了，不然我们来看看那个死亡笔记本里面的 L。来，有照片，耶！也有被拍成电影啊，好像哦。对呀，这个是在电影里头的，你看跟他一模一样哎。对呀，啊，你蹲着的时候是什么？你可以蹲蹲看吗？我们看一下。一模一样，做捷运还遭受欧巴桑白眼，你做捷运怎么样？人太过分了，你怎么会白眼人家呢？因为捷运不能吃饭，不吃东西。不是，他没有吃，上捷运没有吃啊。我没有吃。你为什么在捷运人家会对你白眼呢？可能是我搭捷运的时候样子很奇怪。有什么奇怪？你看起来很像。你会怎样？因为晃来晃去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好恐怖！你走火入魔了你。你为什么要模仿 L？ 他不是在模仿你，讲话小心。他就是 L。为什么我这一生要访问过这么多奇怪的人？你不觉得你人生很幸运吗？还有这个。Thank you。你好。Thank you。我们这一集是怪咖大集合哎！哎呦，还有，你对我个人的印象，听说还停留在偶像歌手。嗯，这么古早的事哦，你都没有在看电视吗？没有，我国中之后几乎就没在看电视。所以你一定不认识我。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蝴蝶姐姐？怎么会？那你认识我吗？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是谁？天灰灰。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越黑，梦难追，难追。痴人回味。修比都华已经。我的世界加倍摧毁。或许颓废也是
另一种美。哇，好有 feel 哦，配合他的这个样子，你撞到他。爸爸看出一路。今天已经快错乱了，我们都疯了。他有带来他的作品，你有作品啊？有，其实是高中时期的作品，还有收藏。该不会是各式各样的棒棒糖吧？好，来来来来，推荐你。哎，有才华，各位。啊，这你画的？Oh my god！各位，丘比都华还是盗版的耶？正版的啦，这是正版的，只是我那个 CD 盒没有带来。如果大家支持我们，我在这里郑重跟大家公告一件事。嗯。丘比都华要复合了。哎，对吧？没，大家都没反应哎。对嘛，那边的反应慢一点，好不好？看看想到哪儿了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他的作品哦。哦，这个还，这幅不错，感觉比较厉害。开餐馆的钱。哎呦 my god！ 漫画。我现在可能要请你帮个忙。我知道。再出去吗？哎，没错没错。好好笑，谢谢 LK。哦，你好适合推这个车子哦。他很可爱，对啊，身材刚好。外形与电影男主角完全相同，对于 cosplay 活动也相当热衷哦。无论是动作表情还是说话的方式，几乎都一模一样，也难怪吸引了这么多人向前跟他合照呢，真的很厉害哦。第三一位，王静智。欢迎王静智，26岁，176公分，66公斤。哎，好腼腆哦，好腼腆。耶耶。哈，为了公仔竟然不要妈妈了。妈妈说已经跟他翻脸了，因为为什么整个屋子里面都海贼王，好恐怖哦。那妈妈说要不然你出去，要不然把这个海贼王弄出去。最后是怎么样你知道吗？怎么样结果先讲出来。嗯，结果是妈妈出去了。我猜第三一位，王静智。欢迎王静智，76岁，76公斤。哎，好帅的哦，好腼腆。耶耶耶，周哥台步先有。哇，哦吼，你好啦。好，最喜欢的模型是我收藏海贼王的玩具。海贼王啊？对，卡通。那是很多的公仔玩偶吗？对。那你花了多少钱？总共有超过40万。哎，宅男怎么都这么有钱？跟女朋友吵大吵一下，差一点分手，为了要他一个海贼王的公仔。因为我可以给的东西的话，是要我多出来的东西，多出来的东西如果他想要的话，那可以给；没有多出来就是不行。而且你已经有几个海贼王，自己说。对啊，总共几个？大概都40万花下去了，上千个吧。上千个，然后你给他一个，他要一个，你不给他。我讲真的，偷你两个，你知道吗？你会知道吗？偷你两个。妈妈说，已经跟他翻脸了。因为为什么整个屋子里面都海贼王，好恐怖哦。然后妈妈说要不然你出去，要不然把这个海贼王弄出去。是，后来是有一间书房，就是已经最后是怎么样你知道吗？怎么样结果先讲出来。嗯，结果是妈妈出去。可怜的妈妈。我还上了社会版新闻，把妈妈处理掉。可以乱讲话，道歉。哎，这宅人嘛，就叫拉低赛。看一下收藏好不好？那有限量的感觉吗？有限量的话，限量款在这吗？我现在如果不小心把这个压坏，你会怎么样？就整个这样毁掉。哇，你会怎么样？赔钱啊！可能会是他第一次打你。我们这样摸都已经亵渎了他的神明了，对吗？这个这边都还好，这个主要这个里面你可以把它打开。打开，哎呦！对，这里面是乖乖桶 ，special 才让你打开。谢谢哦。东，就是那种，这是东映跟那个 JR 电车合作的，就是出的那种东西，小东西、小别针。哎，这日本人，脏什么？日本人实在太厉害了，做这种小东西很多。对，很可爱哦。这卡通我有看过了。哎，帅哥，
乔巴，没有，我刚刚最痒啊。